我自己喺夜总会玩啊，或者摆庆功宴，多数我都指定金牌马爹嚟，啲亲戚啊、朋友啊、伙计、手足。一睇到系金牌马爹利，佢哋就好开心噶，睇个樽就知噶啦。一七一五，金牌马爹利代代相传，有八代。我信马爹利各级干邑总销量法国第一，香港第一。